凯师傅。喵！안녕하세요。做什么菜？听起来不太恰当，对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你要做什么菜啊？今天的话，蒲叶溜小排味噌烧。哎，不错，好像不止游戏一样哦，他的发音也是一样的。蒲叶溜小排味噌烧，秋天才有这种椰子会出来，秋天才有，秋天或者冬天的菜的时候，因为天气很冷，所以我们这个上面有肉呀。东西放在这一边，看起来比较温暖。对对对，这种菜系我可以烤哎。了解，请看示范。这什么水吗？沙茄，沙茄，还有味淋，味淋，还有阿卡米托，红味噌，巴丁味噌，都快三汤匙了，真的。巴丁味噌是什么？日本一个地方的名字，哪边做出来的？地区啊，地区，地区哪边做出来才会说？应该不是信州吧？不是，这个是新州，这个是新州白味噌。这是新州的，是。我的味噌的量不少，很多呢。小心小心，它叫味噌烧吧。躺进去一下。哦。你不是已经有加米令了吗？加米令跟清酒已经加了，但这还要再加糖，对吧？对，加糖是。我要腌过去韩式的方式，一个腌过螺肉。腌螺肉。韩式的方式。加酱油是吧？对。跟什么？酱油味淋。是玉米糖浆。玉米糖浆。又玉米糖浆。还有。打蒜、蒜末，还有糖、糖，还有青葱、青葱，还有黑胡椒粉。所以玉米糖浆跟糖，可以还是得放在一起，因为呈现不同都要有，是，就像麦芽糖跟糖是不一样，都要一样的，是。还有可乐，那个，这个是盐味的，盐味的话，糖度的话，盐跟糖大概3:1。3:1还有黑胡椒粉，哦，调味盐这样子，是，哦，落进去里面，再还有这边是常有口味的，哦，进去里面还有原味的啊，盐巴，再还有香油，香油，加一次，哇，韩国的香油真的好香，味噌酱，五叶上面，还有。蘑菇，还有滚鸭菇，菊肉，还有青葱，哇，这青葱好大哦！还有我们刚刚原味的放进上面，这样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来说，这样子的方式是一种的，还有别的一种的方式的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松叶吧？松叶。松叶鸡粥，韩国也蛮喜欢用松叶的，因为火很大。还是蒲叶。倒数最后一杯喽。哎，马达米走。加米索进去，这个是蔬菜的。蔬菜。蔬菜还是需要味道。肉。看开蔬菜，每次都可以看到一些很新鲜的方式。真的，看起来很像乱放哦。还有想法的，有构图啊，有构图，很有国际观的。外面的颜色做出来，香气跟颜色出来就可以的。哦，这样子，外面香气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样就起来了。是，因为这个会都是热的，所以等一下吃的时候刚好，差不多。所以 butter 上面都味道加一下，它融化。最后。哇，超帅，这就是熟了，是分着就熟了，完成，做好了，哎，看不到菜。哦，这牛小排闻起来就哇，我觉得不行，适中，没有吃到的。但它偏舒服的，你可以吃到肉原本的甜味。好香哦！蒲叶的应该厉害。隔壁班长，你会不会靠太近了一点？我们要等位置啊。菊肉其实没什么，原本没什么味道，本身啦。但它加了那个味噌酱之后，其实吃起来非常的顺口跟入味。肉嫩吗？肉嫩，就是牛小排，因为本身就是扎实啦，没有嚼劲。那个比较嫩，那比较嫩，
这可能刚蒸汽太，它的可能温度太高了。那是菇应该很好吃。嗯。对，它的红味真的很讨喜。嗯。不会过咸，然后那个甜甜感。对，没跟它这样调的话，不知道它是这样调出来的。红味噌跟那个跟信州味噌。嗯。嗯。Mix。好吃，小鸡骨头好吃。谢谢。